知影中学啊，教保弟，因全去动物园伫咧佚佗。尤其这代志，我嘛无想要中学知影。咱来去就有够力啦。唔过等下，无时间能够等啊啦。即摆若无紧来去，等下就去了，本来走去。副总，我看到咩啊？行啊！我到底应该安怎做，才会当同你爸爸办一时间，两面阁相杀起来？不管是爸。还是等人去受到伤害，我都无法度原谅我自己。安平，我已经知道你是杜世荣的后生，我知讲顶摆通风报信人是你，也毋过，我甘愿相信你对我。也阁是有真心的兄弟情谊，我也相信你绝对袂当我朋友插我一刀。安平，你是毋通我看唔着人？应到位啊！稍等下，这个枪已经对我十几年啊，也你都操他们辛苦平摊为。当然，但今日我会镜头枪，也你老大妈别给我撇过。但你我若是有三顿两顿，这个枪你当我老李放心。我无可能目睭紧紧看党的台死爸爸，也无可能看爸来伤害党的。但一个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呢？安平，我给你这支枪，就是要试探你对我的情谊到底有多深。你对我的情谊如深，也你的手的这支枪。你就会感觉愈沉重。你当我要从啥啦？你无看伊个背骨内要最大几斤啊？哦，迄毋是枪啦，你家去看卖啊。阿明，当然，是的。这通电话我一定爱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无希望你受到伤害，我无希望另外一个人死在你的手头。
命我就是公孙。是。我是对对不起你。是安怎你要安尼反背我？当。我这个人做人做代志拢真难办，放不一个是我的爸爸，一个是我的文静人，你敢不当教我安怎做，才会当把这代志处理完完？我是你，我就是赖贼，我嘛是人，我对不起你，啊，不过我去同胞谈那个啥，不是为着要反背你。我是为着要救阮爸爸。你敢知为着你去做尿白啊？我差一点嘛就死在病院呢。当然是的。迄当初我刚才想要给阮爸爸一个回头机会，想不到竟然走去病院杀你。你安尼嘴硬，甲我讲回实的。也不过你安尼一错再错。你拄只是不是小心要搁拍电话恁老爸同胞？你若讲反背我一摆，我会原谅你。也毋过你若讲一直对阿伯一直甲我出卖，你讲我是要怎原谅你啦？不管安怎，我差点要害你死在阮爸的手头，我确实罪不可赦。为着卖阮爸爸受到伤害。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救我爷安全。啊！这枪你掉落去，我袂怪你，因为是我先对不起你。啊，不过我希望用我这条性命，互你甲阮爸爸用万万拢放水头。就算讲是我拜托你，你甲阮爸爸的恩怨拢沾到我来，若是会当用我这条性命化解你之间的恩怨，就算讲是我死，我嘛无遗憾啊。你无遗憾，也我呢？我若举枪来拍死讲我亲爸的兄弟，安尼我也唔若敢遗憾，我嘛真自证呢。那讲到国角头兄弟知影这代志，我是不是都要包起来？你敢知影？自从我知道你是罗谢王的后生了，我心肝内就真失望啊！我安尼破心肝，代志小天，你要来无遵守道义来伫骗我？既然我让你这么失望。万一这枪你掉落去，大家都无话通讲。来啊，你开，你开啊！我枪若甲你掉落去，你是不能怨叹我。我怨叹的是。我一世人竟然去反背一个我上尊敬的温情人，我实在罪该万死。是大人，敢不应该信？所以啊，将心比心，这枪我确实开不落去。
欠你遐尔济。阿明，过去啊，我嘛是捌落去甲我救过，所以今仔这场虽然是空炮弹来讲，也毋过啊，我嘛算已经找你讨啊。以后咱兄弟就无相欠，伊还是正义小天的兄弟。啊，不过兄弟人上乞乞的就是八骨，伊若是原谅我，以后遐少年是要安怎带？我马上用做代志，唔免对我下骹手人有交代。我今仔对你讲这话，只是要试探你的心意。今仔我只讲，你若真是来反背恁老爸，我都袂承认你这兄弟啊。尤其是要来进前，你拢一直伫我的后边。你若准做一枪要我死，这嘛是上好的机会。结果你不下手，我就已经决定要原谅你这兄弟。大哥，你敢真正愿意领我这兄弟？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我若失去你这兄弟，对我来讲是真大的损失。再讲啊，我确实也亏欠恁老爸。本来家己来讲想要归我爸，我是不可能还伊一片。既然你甲早讲伊是你的老爸，伊若愿意点头，我也愿意为着你，大家一来好好照看卖咧。大哥，多谢你。假使讲伊若唔肯帮我耍，一定要借我输赢甲铁底。我嘛明个一个担心，伊是你的老爸，到时阵你若真是我过去一边，我也绝对会体谅你。大哥，感谢你大人有大量，我答应你，我回去了会好好叩公爸爸，叫伊甲你化解恩怨。若是我做袂到，我嘛无面，甲做你兄弟。三八兄弟啊，我甲你做兄弟毋是一时呢，我是要永远甲你做一世人的兄弟。大，你甲阿明啊，甲伟龙分开啊。以后啊，阿明真正是咱师长的兄弟，唔通阁对有任何啥物怀疑啊。是。即马来查到已经抓到，你也莫袂怀疑我甲铁棒的吼。当然啦，恁阿哩一直对我遐尔啊死忠，我也是袂去怀疑。也毋过讲，若要对恁的实力吼，我若无怀疑哦，是真正要有车路。你讲你啦，歹势，即句话我无听。遐哩耳光臭你啦！喂，我甲伊耳光乌乌的吼。别闹我啦！我闹我大条要抽出来啊！先不赢不死了，唔是石头山，就是落油顶，就算我咧，马上游街示众，替阮洗门风。再见。谢明明唔知影伫个避险网，到即马未决定甲股权过户啊。万一伊若真是唔肯甲股权登记给我，我唔是掠无假，过了一公里。你搁在遐来看我，哥，我已经知影你甲谢明明去有建东了搞的代志。你是来讲我笑话吗？不是，我是替你讲做唔甘的。你明明只有本事，只有能力，想做代志不甲这么凄惨。当初是你也是听我的苦劝，今仔代志就袂变安尼啊。这是我爬去你山顶。爱经过难关，嘛是我成功进前爱付出的代价。我看甲真开啊，我唔惊红建中去告我。哥，你明明来欠红家人一个失礼，谁知你到即马甲你讲这种话？若回一句失礼，红家就袂搁我妨碍家庭，我当然愿意回失礼啊。
也不过即马红改啦，根本是爱我死，我无可能坐伫遮等死，打着机会我一定要反击。你到即马，阁唔知道你家己犯偌大的错误是无？谢明明家己来爱我，我有啥唔对啦？而且红改软头青骨，想要爬去你我头壳顶，我哪有可能结点点啦？哥，我求你，叫你放手好不好？甲谢明铁底一刀两断，重新做一个堂堂正正、清清白白的查甫人。反正我嘛当去人家替你讲情。妹，等下妹哦，妹才两只，搁去甲人当头求情。哥，好啊啦，卖搁讲，我敢做敢当，一切后果家己负责。你搁唔知影反悔，到即马搁在想报仇的代志。小妹啊，你卖看轻恁哥的实力。我袂这么简单就倒落去，就准讲我要倒落去，我咪会把所有的元首人拢叫过来做伙陪葬。本来我想讲你对路，啊，不过我看你是同款真袂不哦，你真正无救。听说会紧张吗？医生，要听说啊？豆豆甲白手表开，好吧，豆豆来。你看什么无？我感觉，感觉看到一点仔光。那恁你看啥无？我好看电影啊！金条，你看到我？我看到你啊，金条，我总算看到你啊！我不是你讲过，你一定看得到我的。我真欢喜的，我目睭恢复光明。头一个看到的，是我上知己的朋友，我上希望看到的人。你看到我，一定真希望你吧？不会啊，就参照之前何叔所讲的，你是做情人头。对啦，我做一个礼物要给你。店长，你给我做饭也济啊，你无需要再送我礼物啦。这礼物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呢，一定要送给你啦。我听你跟我讲，你十六岁时就失病啦，严格女大十八变，你今嘛应该不知道你生了真水对吧？来，你家己看卖啊。你有介意这礼物吧？嗯，我真介意的，这是真特别的礼物。我希望我永远袂阁失去光明，永远袂阁活在黑暗的世界啊！有无爽快的感觉无？嗯，阁有一寡模糊，看无啥清楚呢。这是正常的啦，你拄仔拆线，所以较袂稳定。过两天吼，会愈来愈稳定。对啦，医生，
那安尼，伊当时当出院啊？若无啥物问题，今日就会当出院。医生，多谢你。回去了后，生活作息吼，拢会跟平常时同款，啊，唔该注意哦，袂当挂重的物件，爱照时间食药啊。医生，多谢你。恭喜。多谢你，恭喜。做手术的事，也突然感觉真安慰啊。建牛，你是安怎？我无代志啦。建牛，我即马唔若听到你的声，我搁看到你的表情，你明明就有心事，你甲我讲好无？是明明跟杨正杰叫来同个的辛苦。我自己要退出歌手，安尼真好啊，总算还你一个公道啊。你所能还我一个公道，看到我太太沦落到这个地步，就表示我这个红事够失败。你咪艰苦啦，本来真无助啦，对人生也看真绝望。因为看到你会当重见光明啊，我感觉我未来充满希望。你会安尼想就好啊，若是我会好完，会给你鼓励，安尼才是上大安慰。爸爸，安尼还不够哦，你搁一个愿望还未去完成。你未记啊？那紧啊，等了第一班出院，店面就知影。这就是你饲乌龟的所在。你不是讲你目睭复原了后，一定要看到伊。伊若看到你，一定真欢喜。啊，对了，我今日上紧，你对着无？对啦，我是还袂惯习。乌龟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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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无看到乌龟呢？是不是足久无来，会走去啊？袂啦，乌面对你真始终，一定在附近啦。乌面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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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是乌面诶哦。啊，原来乌面诶写作遐尔啊歹哦。啊，不过不管你写作啥物款，你永远是我上好的朋友哦。好啊，后面的刚才你看会到呢，今日特别欢喜哦。哼，那是当然啊，后面的是我上特别的朋友哦。我阁会记，伊是我第一次学习字上网的时阵拄到的。我艰苦的时阵，伊拢会挖到我身躯边，想要甲我分担痛苦。若是有人要欺负我，伊阁会跳出来保护我呢。不怪人咧讲，狗是人上好的朋友。嗯，伊是天公伯哦，送我上好的朋友。好啊，我甲乌兵比起来，谁较重要啊？当然是乌兵的啊！乌兵的，你讲是不是？乌兵的，我输去啊！乌兵的，乌兵的，个个追。来找你哥哥，你今日是安怎？哪会用对我这么客气？你莫安尼讲啦，起码恁哥有麻烦啊，咱应该做伙想办法解决才对啊。我知影，你甲建中还佫有细贤交情袂歹，无你卡，你应该替阮讲几句好话，安尼就应该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原来就是想要爱我替你讲情，才会对我这么客气。别跟我讲啊，这么现实。过无外久，咱就是一个人啊。你就是我的小哥，应该跟我徛同边才对啊。真是的，我绝对无可能认你是我的大嫂。不要紧啊，你无接受啊，嘛不要紧。啊，不过你也会记哩，这件代志，恁哥嘛有牵连。
今年若真正搞落去，恁哥哥嘛想拼袂起，所以希望你带念兄妹情，卖见死不救。好，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离开我哥哥？无可能，我无可能离开正杰。既然你无得离开伊，那恁我无需要替你讲情。我好嘴甲你讲，你卖唔知好歹哦。你若继续安尼无情无义，杨正杰无可能离你这上的。谢明明，你真正就假的，无三分钟就现出原形。明明是一个好爸母，晓得我继续录啊，看了就想要吐。阮哥都已经互恁了着啊，到即马阁毋知影悔改，我伫遮代替阮哥哥叫你回信。多利，无人会怪你啦，这代志莫放伫心内吼，无唔对啦。这回吼，阮无办法原谅伊，建中哦一定要追究到底，把阮世界饭店的股权吐转来，这都要请你谅解哦。安尼讲啦。这是阮哥哥伊家己做得来，伊本来就要付出代价啊！你放心啦，阮只是想要把阮的物件讨回来，袂去伤害到恁哥。那你真有度量。来，你来。妈，阿姨，我哩，我坐。我见到进来啊！哇，今仔日就恁进来哦。啊，手术是毋真成功？是啊，真成功。我已经看会到啊，医生嘛讲无问题。啊！恭喜哦！恭喜哦！坐下。嗯，爸爸，是安怎？哪会安尼甲阮看？不实在哦。阿姨，我是第一下看到恁的。啊！安尼你又看卖，我是什么人？妈，我耳仔这么厉害，听谁嘛知你啥？其实我所看到阿母，甲我所想的阿母，实质是同款，遐尔慈祥，阁遐尔清澈。嗯，迄是真嘛？啊，若较早吼，我就有威严哦。因大家若看到我吼，足惊我的，拢闪甲离离离。啊，不过今嘛都无同款啦。啊，你看谢明明遐个人哦，无一个惊我啦。妈。好啦，唔卖讲遐无欢喜的代志。大家坐啦。啊，你看伊是啥物人？嗯，你是慧心阿姨对无？嗯。阿姨，这段时间互你照顾啊，真多谢你。无啥物啦，莫客气。嗯，你是甲英姐对无？好啊，你把这个当好玩，我是替你足欢喜的呢。多谢你，那安尼你就是多利哦。真正是天公听好啦，你以前目睭无看的时阵就这么伶俐啊，你今晚目睭看会到啊，一定更加厉害。你要会点生理，等下麻烦你到三家。无啦，我阁有真侪所在爱甲你学的。阿母，阮妈无去病看过我。伊足欢喜的，伊爱我，好好感谢你。啊，连刚才请你妈妈来处理这件。嗯。我真正想袂到，我只是人，阁有看到妈妈，再来感谢恁大家。拢家己人哦，唔当这么客气。啊，今嘛死的明明哦，受到处罚，你的手术嘛成功，安尼今仔日哦，算是好日子。阿贤甲乐乐哦去买菜，小等下咱做伙食一下饭，庆祝一下。多谢阿母。阿母，医生讲这段时间我是常常倒去做检查，我唔敢讲100%成功嘞。好啊，没问题啦。适应一段时间了后，一定会做恢复。大姐，我看安尼啦，我都暂时住伫家，安尼对护证嘛较方便啦。哎，安尼嘛好哦。啊，安尼我惊会教育恁的。袂啦，大家带做伙哦，较好点。无啊，
虽然你住伫遮，啊，毋过嘛是爱较细腻的。迄个谢明明即摆虽然已经落座啊，啊，毋过拄则我看到伊，感觉是足歹的，讲无两句话，就开始去起动啊。过了早，心情变怪，迄拢是骗人的。对啦，杜叔，咱提出的要求，明明有咧做无？伊讲哦，伊搁要考虑啦。感冒挂水时阵，卡切得遐尼紧，即摆要讨财产，就来拖拖刷刷。我即马来找伊。你到底是要考虑偌久啊？我无来，你当真个代志无发生过？唔是安尼啦，我无去找你，迄是因为我未想到两全其美的方法。你是凭啥资格甲我两全其美啊？你阁好意思找道理来替你求情？你唔是对真感冒？参像你这么有身份、这么有地位的人，叫你偷累累、轻声细细求人，敢袂想委屈你啊？我是想讲，多你讲的话，你敢听得落去？今麦气氛这么歹，我唔知影要安怎开嘴。非得你今麦，就是唔甘愿甲国外来，四界找人去求情，过去安尼啦，你写一张批总统府，看总统有闲替你瞧一下。我哪有可能把这种代志死去算脱？坐啦，莫徛咧。厨房哦，有你上爱啉的酸梅汤，我去倒给你啉。这是阮家，主人是我，不是你。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，给你欢迎你。今嘛，就死狗死出去！建中，我无所在通住，无安尼啦，我应该把房间让出来，我搬去客房住，好不？你无所谓当大，迄是恁家代志啊，去找杨振杰啊。七日落票时阵，咱袂看辛苦比陪你啊。安怎？老跑去啊？你只要剩八分钟的时间，小等下我若转来，再看你这间厝，我就马上去欢迎过你。你若不是，咱来试看卖。心情饮酒，我得要把红金龙赶出去饭店啊！我是饮酒在找灵感，看是不是阁有啥办法当脱身。我请教过律师啊，因个人的机会真大，死狗，你也一无所有哦。我真正唔知影你到底要考虑啥，把财产登记给我，那是暂时的权宜之计。还是你甘愿双手捧起害给洪建中，你嘛唔肯相信我的人格。搁再讲啊，今麦唔是讲伊够赢，你才需要把物件交出去。伊若申请假处分，你的户头嘛真有可能被冻结，死狗要过户都袂付啊。你家己嘛讲过啊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敢有需要分甲这清楚？现在讲来讲去，拢爱我付出。我真无简单，才有今日的地位。就算我去互人领着，也毋是我一个人啊。现在所有后果，拢互一个人来担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投降。我无想要甲你冤，冤落去嘛无啥物意义啊。我是一句话，把财产登记给我，是上好的继承。你若无想要安尼做，我嘛袂勉强。逐渐，细胡英平安倒转来，安尼就阮透过安眠室内面咧干。哎，妈，啊，倒来啊！啊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，坐啊，坐坐。好。妈，啊是啥物代志啊？啊是。下水果，恁哪吃哪讲，好。马上带上大牛包，
就是愿意甲爸一个人讲。啊，不过伊爸有收报酬的个性，哪有可能一杯酒就甲温源放水头？即马干阿春妈，我多靠劝爸放下心内的仇恨。吃水果。啊，多谢啊。真甜啦，这啉过。啊，小妈，你头仔甲我讲，伊就是要甲我讲。我想要啉咖啡，我想泡一下咖啡。哎妈，咖啡伫遮。哎呦，吃无头先，哎呦，袂记哩。恁爸无死呢，迄帽上的债主就是恁爸爸啦，他哪敢送我？安平啊，恁爸无死呢，安尼奈？妈，其实我早就跟阿爸去过面啦，而且留得联络。你跟恁爸一直在联络，你知伊无死？真实的啦，我不是挑工污骂你的，我真正是不知道要怎开嘴。其实这家的爸回来，我比任何人更加欢喜。啊，不过你回来的时机，还有方式，我拢无得接受。我惊你为难，所以。啊，这只提供袂足够创敌人诶。我卡想也想袂到，讲世宏是冒上你日本迄个债主，你跟恁爸是安怎收的呢？是因为马萨大的关系，因为静静爸跟马萨大有恩怨，这个爸回来就是来找马萨大报仇的。我为了保护爸去做 spy， 结果爸说反倒回来去抬马萨大。恁爸，你敢做兄弟哦？伊甲你聊了就煞煞去啊！我牵拖你要创啥？你即摆伫咧饭店上班，食人头路，你是领马赛薪水呢？伊拢无顾你安全，敢那伊是想要报仇？佮讲一家要团圆。啊，马赛也唔知讲你是爸仔囡啦吼。伊今日你应知啊。哦，爱唔知你做失败了。而且。已经对我跪前了。啊！还你安怎无？哎呦！哈！无啦妈，我无代志啦，你放心啦。其实马少大是真讲道理的人，伊嘛真体谅我甲爸爸仔个关系，伊嘛感觉对爸有愧疚，伊希望咱甲爸坐来好好讲条件来和解。安尼真好啊！啊，就甲恁爸讲哦。都为你出面，啊，我爸是无可能答应，干嘛才大来和解？哦，是恁爸叫你来甲我讲的吼，想要用这做条件，哦，比我改好好哦。妈，你误会啦，爸还阁唔知影啦，是我家己话啦。你哦，无需要阁替伊讲啥啦，已经对鬼门关无事倒转来。真正阿弥陀佛，不过哦，这人个性有啊，无改这么自私。伊想要安怎，咱就来安怎。安平，咱家己的未来，家己能做决定，敢不是嘞？妈，爸是希望咱这家会当一家快团圆。伊心内对你有真深真密的亏欠，伊帮咱弥补你。无需要，伊能平安倒转来。我替伊欢喜，不过伊若要造成我大伤害，我也是无希望伊来搅扰咱。他那个就是罗世宏，不过伊三分两寸，利用你来威胁我。
伊就是怨道咱做伙，所以才会用心计较，想要甲我拍糊涂。我无想要温骂你，细红回来这摆讲了真清楚，伊是要让阮一家团圆。你千万袂用答应。我嘛袂安尼讲，不管安怎，伊总是囡仔老爸，我嘛爱替囡仔先想一下啊。你无需要为着囡仔牺牲来委屈家己。既然回来，咱就把代志讲个清楚。以你外面交查某，搁做遐尼济对不起你的代志，干讲改做摊仔干，就要等把过去所犯的错全部放水流。